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林倩美食日记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下狂欢节美食甜品弗里达雷，先赞后看，走好运哦。先将洗好的苹果去皮，然后切成小块，放入牛奶、糖、柠檬汁、植物油、葡萄干、鸡蛋，将它们混合均匀，然后再放入柠檬香精，接着将泡打粉与面粉混合，然后再将面粉分次与其他的材料混合到一起，这样我们的面糊就做好了。筷子放入油中产生小气泡的时候，就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。将面糊用勺子舀出适量，放入锅中油炸即可。像这样，形状不好看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加入了泡打粉，面糊会渐渐鼓起来的。适当的翻转它们，让它们受热均匀，油炸到深一些的金黄色即可。狂欢节甜品弗里达雷就做好啦，你学会了吗？撒上一些糖粉，是不是很漂亮呢？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记得关注我们。听说点赞、留言、转发的人都好运连连哦。谢谢收看，下期见。